我。对、啊。爸爸，怎么了？假惺惺啊，损了我一下午。嗯，就只不过快了一点点嘛。我肯定啊，是遗传了爸爸的运动基因。你今天可还没锻炼呢啊！这要笑一笑，知道我是不是有没有毅力的人？有没有那种下定的计划就必须实行的东西？结束，中间休息两天，我不想回来看看你，给你个惊喜嘛。那你也不出个声儿。儿子呢？哟，应该马上就回来了。哦、那妈妈来了，我要给儿子个惊喜。好好好。哎，哟，我不是走了？吴儿，见到爸爸为何行如此大礼呀、啊？快快平身，儿子想我腿都软了啊！那倒不是，就是啊，今天测试400米，嗯，然后呢，我腿软，结果被拎一下就400米，你腿就软呐、啊？不光累，我还生气。怎么了？假惺惺啊，损了我一下午，嗯，就是比我快一点点嘛。什么？你连个女生都没跑过？什么是女生啊？妈妈这点优良基因怎么一点都没遗传给你啊？想当年妈妈可是运动健将，真的？那当然了，妈妈上学的时候曾经得过3次长跑冠军呢。那我怎么？哦，妈妈，我知道了，我肯定啊是遗传了爸爸的运动基因。哈哈哈哈！我给你们来一俯卧撑怎么样？嗯。啊，让你看看爸爸厉害不厉害。好，让开一点，看好啊。加油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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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。哎呦，快快起来吧。哎呀，不用扶。哎呦，这才两个人，快起来吧。哎呀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你还别说，腰找着了。哎呀，哎，难怪可乐体育不好呢。儿子，爸爸是因为平时吧。我相信你。好。
一定要坚持锻炼啊，要不然爸爸又得替你背黑锅。爸爸，我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坚持锻炼。好，好儿子，长跑冠军，那不是也让我最后追上了吗？我慢点。唉，同学们，我们这次军训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，一律不准请假，而且大家多带几件衣服，因为山里晚上还是比较冷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同学们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军训，天哪，听说特别的苦啊。大力，真的假的？你别吓唬我呀。我也听说了，我表姐跟我说他们那会儿军训的时候每天五点就得起床，而且要站一天军姿，有的时候还跑步，跑五公里六公里的那么苦。可说是呢。啊，那咱们这下可惨了。啊，不，是你们俩惨了，我已经请假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手都烧成这样了。这点我先用了，等一下我也要用。哥哥，妈妈，哎呀，又躺着。你今天可还没锻炼呢啊。妈妈，我觉得你舒服。你自己说说，你这是第几次半途而废了？练书法练了三天你就不练了，学画画学了五次你就不去了，这次可是你自己说要坚持锻炼的啊，这才三天你就又坚持不住了。你说说你怎么能这么没有毅力？你真的没坚持过一件事吗？呼噜呼噜呼噜吼！哦，贵家的国王，可乐召唤小精灵，有什么事吗？停下，停下！你知道我是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？笑一笑和可乐一共认识了37天11小时23分14秒，可乐一共下过17次决心，平均每个决心坚持3天18小时16分36秒。所以说，可乐是个很没有毅力的人类。那你快帮帮我呀！毅力这种东西只能靠自己去培养，笑一笑的发明是帮不了可乐的。可是我每次下定决心的时候，到时候我都坚持不了。有没有那种下定了计划就必须实行的东西？必须执行的计划，这笑一笑倒是可以帮个忙。真的？呼噜呼噜呼噜呼！神奇计划本。切，不就是一个笔记本吗？好伟大的国王，这可是很神奇的。可乐可以将所有的计划都写在计划本上，凡是被写在上面的计划，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会被执行。都会被执行？10秒后，可乐将会跳舞。哎，我才不信呢！我就这样待着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5 4 3 2 1。哎，我的腿怎么不听使唤了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怎么了？哎，我怎么自己跳起舞来了？是神奇的计划本。谢谢你笑一笑，我现在要开始写计划了。可乐，加油。老师，
我不能参加军训了。哎呀，你手怎么了？我的手摔伤了，现在打着石膏不能动。这是怎么弄的呀？这是，我这是就是刚才上体育课弄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回家好好养伤吧。谢谢老师。站住！柯老师，大力大力，把这个拿回去。我就不吃了吧，大力。哎，这枣可好吃了。来来来，尝尝尝尝一个，尝一个。这枣太好吃了。那就多尝点，多尝点。这好吃，装点回去。这不合适吧？这跟老师还客气什么呀？来来来，合适吧？这个跟老师还客气什么？来来来来，装装装装装装。哎呀呀呀，都没地方装了啊！我这儿还有这么多呢。哎，小亮，来。你手没事了啊？哎呀，柯老师，您这枣实在是太神奇了！我吃完这么几个，我这手就没有事了。那你就可以参加军训了。没问题啊，我又能参加军训了，这实在是太让我高兴了。老师也很高兴啊。向后转，出门切步走，眼耳眼，眼耳眼。这套完也不知道收起来。神奇计划本儿，每天跑步五分钟，这也叫锻炼计划？这次考试那题我真的不会，特别难。是我也不会。哥，没事吧？哥，新年好啊，新年好啊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。祝福大家新年好！后来呢？后来呢？可以了！爸爸上课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起来！可乐，你干嘛呢？我也不想。好的，同学们，请看黑板，这道题相当有难度。二四六八十这组数字的规律有谁看出来？好的，可乐，回答一下。不对，奇怪，可乐你干嘛呢？停下来，我也不想啊。可乐，停下来，停下来。贺老师太狡猾了，这次军训肯定躲不过去了。还不是你贪吃误事，误事啊！哎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我是在想啊，看来不付出点代价是过不了柯老师这一关的了。我支持你。哎，大力，我这只是想法，还没有勇气去做。柯凡，朋友
朋友，就是要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你力量。我给你喊口号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第一次嘛，不大适应这个速度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懂，我懂。第二次，预备，开始。还因为这准备活动没做好，准备活动没做好，事不过三啊！来，预备，跑！哎，百零九次，预备，跑！脚，大力，要不你是我亲哥。你自己慢慢玩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大力，哎，啊，走，是是，没了你我照样行。不行，使不上劲呢，要是有人推我一下就好了。走你！哎呀！啊，他让我推的。不知道，想一想，哎呀呀，你救救我！不知道，可乐为什么趴着进来呀、啊？可乐的脸色很难看，我想，哎呀呀，怎么红了？伟大的国王，可乐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我能不急吗？我想去厕所。那可乐为什么不去厕所来找小精灵呢？我要是能站起来，我还找你们干什么？啊？告诉你吧。哦，我今天的身体总是不受控制，做出一点反常的事情。哎呦，终于可以去厕所了。天哪，这个更憋不住了，想想快救我。难道是神奇计划本出了问题？对，就是神奇的计划本。不可能啊，小小的发明呢，一向是99.9%不会出错的。啊，那我就改出了那个10%。别当不知道，不知道可算不出来，而且动脑筋最累了，不知道现在很累了，不知道秒睡。是0.0000001。哎呀呀，这反了呀，反出来了。哥，计划本在哪儿啊？在我的桌子上。哥，坚持住啊。可乐每天练习跳绳、跑步、游泳、乒乓球各1小时，每天画一幅画，每天写一篇书法，每天学一段英语，每天练习一首小提琴曲，每天打扫房间一次，每天预习复习当天和可乐的功课，每天写一篇作文，每天写一篇读后感，每天写一篇日记。这就表示可乐每天要看4小时的书，体育锻炼4小时，艺术训练8小时，预习复习打扫房间各8小时。又在算数啊。不知道，还是再睡会儿吧。啊，但我每天只有3小时的休息时间啊。啊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哦，天哪。哦，伟大的国王，这表示可乐每天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了。我可不想被累死，被渴死，被饿死。哎呀，决定要把这个粉丝撕掉。不行啊，小小快救救我呀。小小快救救可乐。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可是这样的话计划本就作废了，可乐又该半途而废了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半途而废了。好吧，计划本上的计划将在10秒钟后作废。好了。只要被写在计划本上的计划必须被执行。5 4 3 2 1
完了。我啊！哦，伟大的国王，可乐的速度可真够快的。看来危机解除了，不知道可以起床了。笑一笑救了可乐，笑一笑真棒。不过还是哎呀呀最棒。终于清醒了。可乐啊，以后还会半途而废吗？啊，不了不了，我以后每天坚持锻炼25分钟。算了算了，还是20分钟吧。算了，10分钟啊，好，慢慢增加嘛。可乐这样一天一天的坚持下去，就会像哎呀呀一样有毅力。啊，不知道不知道，哎呀呀什么时候有毅力了？哼。哎呀呀！现在每天坚持做人类的面膜，这是需要毅力和耐力的。嗯，我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坚持锻炼10分钟。嗯，从今天开始，思思，你帮我记着时间啊。可乐，加油！加油！有。报告，进。哦，可凡啊！柯老师好。柯老师，这次军训恐怕我去不了了。你爸爸已经来电话替你请假了。啊！我爸爸替我请假了？是的。你怎么回事？哎，一呀！简直是太美味了，今晚就有惊喜，真的惊喜，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噔噔噔噔，菜来了，苹果炒胡萝卜丝，行吗这样？哎呀，实在太好吃了。